进了一只新表哈，劳力士的老虎面，它很像余文乐没有胶条，特别的花俏，就是你平常走在路上，别人不看到也难。分成这种胶条的，也有分成是这种全金链带的。但是全金链带的要注意哦，它的价格非常非常高哦，光是胶条的都好几百万。这个的话，它有分成后箱跟原箱，原箱就是说劳力士做给你，通常其实台湾很少，他们一般都是用116518去改，它等于是把钻石加上去以后，这东西差不多卖到150万。这个 T 钻的等级是蛮高的，我说实话，钻石闪不闪哦，我们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像我昨天买了一批这个 CPD 的钻石，今天已经卖掉两个了，三个，刚还有一个人买一个两个。注意哈，如果你们在买这种后箱的，你们要记得叫他提供这个。那他的指针啊，他面盘都被你拔掉了，少一张保卡，先给你扣个20-30万，少一个面盘再给你扣个5万。哦，他原盘就是这个，这比较便宜的，用余文乐做太浪费了，戴起来很傻。像我这样简单的穿着还蛮好看的，很适合。对啊，如果你穿得太花，全身 LV， 那可能就不适合，就太花了。还不错，但没有拔掉啊。但我花100多万呢、欸，有点沙沙沙。听起来怎么有沙沙沙的？有保卡，有保卡就不会再讲。你们不要傻傻的这样改完了跑去劳福啊，劳福会发飙啊。劳力士服务中心他们是不接受你们乱改东西的，真的要去验表，可能也是要改回来原本的样子，要去劳福验。